气势，哇！别看我害怕，害怕。冷静。不不不，真冷静。我今天说两句好吧，说两句。不，我不知道都怎么会上这儿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志毅。我是一个退役多年的国足。其实啊，让我来吐槽大会，我觉得真的不合适。就足球、篮球是隔着行，就节目组说你是前辈，来把郭艾伦、周琦、妈妈行。哎呦，我真是，他们能差成什么样？能让中国足球，能让中国足球来拯救他们？哎，真没想到，哎，足球，哎，足球还能鞭策别人的一天了，怪，真的怪。就你别以为我篮球不熟悉啊，19年世界杯，哎呦，我看了打波兰那场，还剩7秒，我想赢定了，我就上个厕所，还没出来，就听到哦的一声，我想赢定了，我提着裤子出来了，结果平了。咦，怎么平了？就我很自责，都怪我，上什么厕所呀？不，真的上什么厕所？应该把周琦让周琦上个厕所。然后打加时吧，打一加时输了，奥运会没了。我说这球怪谁？怪周琦。哎呦，人说本来留给波兰队的时间不多了。好了，你一发球，完了，那个发球我看了好几遍，我上去用脚都能传给别人，你拿个手都不行。姚明，姚主席，气喘一截，用脚发伟力了。第二天采访你，你还笑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挨骂少。就该让你拿着篮球到足球场上去，篮球场才多大，让足球场上的那帮球迷来骂骂你试试。就像在训晚辈一样，都在训他。这帮可真骂，你知道声音有多大吗？骂得我现在脾气都变差了，我现在耳朵背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我脾气是不好，那么我总不能老说那个周琦啊，我怎么说？我应该说说艾伦，应该说说艾伦，那小郭，亚洲第一后卫吧，控球啊，世界杯生死战，哎呦，我没搞懂，一分。拿一分啊，篮球只拿一分不容易的。发个球，篮筐这么近，就相当于就2分嘛，对吧？都基本送给你的，按照小郭的水平都送给你的，你还扔掉一分。就我当年我也踢后卫啊，我进的球都比他多啊。这足球进球不容易的。我也是后卫啊，我这一跑7-8十米还得进球。其实就我一直很欣赏小郭的，你别看我偷偷看，我真的很欣赏小郭的。
有人说他打球啊不传球，也不能怪他。小郭和谁打球啊？哎，你说说，王治郅、易建联，现在周琦什么人？啊？男篮现在什么水平？就这么几个人，周琦都在打中锋，没有这个能力，知道吗？就在家门口都打成这样，脸都不要了。找队友很重要的，就像找对象一样，要找到好队友很难，找对象就容易多了，直接上一对 APP 啊。找对象上一对，来一对成一对，撮合一对又一对，靠谱啊。艾伦你可以试试。周琦啊，你就别用一对了，你先搞清楚你是哪一对的。其实真的篮球环境真的不错，很好啊，就算输了也有很多女粉丝加油哦，怪人打得再差姐姐也不怪你，但是姐夫得怪你。那说到这儿，以前不这样的，当年看足球姐夫姐姐都怪我，都气死。周琦，你一个中锋身体太软了，这力量不行啊，杨老力量不行。我看了他网上训练的照片，我这哑铃啊就这么大。哎呀，就比鸡蛋灌饼还小。周琦啊，本来天赋很好却浪费了，吃鸡蛋灌饼，训练迟到，他这态度我感觉他迟到会说出那句话，教练我不想打篮球了。就说杨老吧，杨他站在后面站得挺好，小杨运气蛮好的，杨老在 CBA 也打了10年了。哎，杨老退役之前混到了个冠军，冠军那场总决赛，杨老我记得好像一秒都没上啊。没有都没上，人庆祝的时候他把奖杯举起来了啊。体力好，一看比鸡蛋灌饼大，力量大呀。我来举，我来不麻烦你。杨老刚才说了，有的时候我们教练员赶上做教练员容易批评人，批评是让他们进步，我们踢球的天天日晒雨淋，篮球还好弄个盆打一会儿暂停嘟。因为说到底足球篮球都不容易啊，希望大家多宽容少骂点。你骂的少吗？你骂了半天了都。当然作为专业足球的教练，我该骂还是得骂，你们篮球打得这么以前好，真的。我不能骂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范志毅。范老你先你来，你先，杨老你先来，不你先吧，毕竟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不多了。哎呦
留给中国篮球的时间好多哦，上到教练下到队员都参加综艺了。哎，啊，我们上综艺不耽误训练，这太低了，这太低了。你们你们训练跟上综艺似的，这个不都闹着玩吗？啊，再说了，你们没上综艺训练出个啥呀？冲出亚洲了吗？怎么没出亚洲？我还打过一次世界杯呢。你都没有进过国家队，我觉得国家队做的对。哎，你那届世界杯也在亚洲办的，不也没算冲出去吗？那你的意思在亚洲办不是世界杯了？你别管在哪办呢，这么多年我就进过一次世界杯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可别提那届世界杯了，上去连输三场吧。哎，进过球没？没，没有吧？哎，我就不明白啊。说踢足球的，哎，门大球小人还多，你咋就不往门里搁呢？原谅，篮球教练外行话，那个球门是大，但前面还得站个人呀，有守门员呐，人家也是国家队的，国家队和地方队不一样啊。你是知道国家队是有多厉害啊？哎呦，我确实不知道国家队厉害啊！你踢的都是啥国家呀？你们不说、啊，我还不知道这些国家队这么厉害呢。你以为我知道啊？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他们啊。也是。咱篮球啊不犯足球，哎，让观众投票吧，觉得谁说的漂亮就投给谁，当然也可以直接投给长得漂亮的啊。他说啥？老铁们，给国字号的队伍投票。